知道，就是念阿弥陀佛佛号的话，你们是不是对这个光就比较惧怕一些？看人，佛号是没问题，得看人他是念。你念我保是吧？但是看着了啊，每个人功德力不同，你念佛人家都不怕你，那金光都没有，金光都那个能量圈，他那个负能量场早把你压过来。小黑气儿都把你一个不知道谁呀、啊。所以说，每天晚上这个共修的功德力也给大家的帮助非常大，对吗？肯定啊，你都不知道白白受了多少恩德，还不知道感恩，白白受了多少恩德呀？请问我菩萨，现在呢，就是很多这个大德呀，比如说这个就是这个网络啊，手机或者互联网。现在呢，就是几乎呢被这个魔控制，是这样吗？没控制他们呀，他们来找我玩的，是我控制的，没有啊。就是他们只要说玩手机、玩游戏，或者说看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，他就会感到了你，不是就会被你控制了，是吧？是他们非要来我这儿，我来者不拒嘛。就是所有的这些网络，实际上就是魔在干扰这些人类的众生，没干扰啊，是他想谁干去。扰了？你不看我能，我能拽着你来看电视吗？我能自己把电视开开吗？开不开呀？那心性的感召啊，对，对呀、啊，他们自己看的，就是因为你们我就在频这，率跟他们相同，所你以看就好比过去了。电视在这放着，经书在这边放着，人在中间坐着，有人左右他了吗？并没有，他们选择这儿，佛就拥抱他；他们选择这儿，我就拥抱他。没人动他呀，他们自己选的嘛，都是自己做的。别老说"哎呀，那个魔好坏呀，干扰我，把我拉进去了，都是魔，都是心魔。"老怨人家魔，哎呀，都是心魔，不是我，我可好了，都是我对象，我对象可坏了，我要被我对象拉下去了。哎呦，人帮你呢，看不出来。那实际上是你们在逆度这个。我没那么高尚，我们就把这东西放这儿了，爱看不看，爱。然后我不是想问一下，就是说现在娱乐圈呀，拍很多一些电影，一些就侠盗淫妄的电影，还有一些这个电视剧，然后很多尤其年轻人啊，去追求这些明星啊，这他们这个火爆的话，是不是就会跟你们很相近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没有火爆吧？就是，我们来我们这儿享福啊，享清福，什么也不用干，没事抓个人玩玩尝尝。那如果说享福的话，那你肯定不会来这里，是不是？不会去极乐呀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那不是我做的，不是我。然后还有这个，就现在很多女孩子啊，很多女孩子穿衣服啊都会很暴露，她们这个火爆的话，这个严重不严重？到不了我这儿，他那时候到不了我这儿。他直接会去到地狱，对吧？是哪种地狱的话，能说一下吗？反正地狱没一个好的，就算是阴层地狱、最浅的地狱，他们也受不了。最，即便是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人，他们也受不了。还有现在啊，就是现在堕胎啊，堕胎的话现在特别多啊。现在连一些这个学生的话，都开始了大学啊，或者说甚至高中。一些学生的话都堕胎，然后另外的话还有这个医院，就是帮助他堕胎的，甚至劝他堕胎的这些人，甚至他的家人或者朋友，比如说他们两个的话就是怀孕了啊，嫌疑怀孕了，然后呢劝他去堕胎，或者说他们怕这个承担这个责任，然后呢去堕胎，他们这个果报的话，这个是其实那种人，不管是劝呀。他自己做呀，就你说这些人，所有人，其实我很想拉他们过来，那种人我可喜欢了，跟我脾气很像，但是我抢不过来，他们那些小鬼儿、小孩子，直接就把他拉下去了，直接就到地狱里面去了，对吧？我抢不过来，太重，我
我力气小，提不动，提不动。就是杀这个堕子的这个胎啊，踩过来。堕子的胎的话，比杀其他人对这个果报来还更大，是吧？就杀掉自己的孩子吗？反正听心挺黑的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，堕胎的这些婴灵啊，其实啊，都会跟在父母的身边，或者说甚至呢，在父母的这个身体上，我经常就会听到讲，说这个雾霾，对不对？天空的雾霾。他们整天练手劲儿，练的可好了。就是掐越来越大，掐这个父母的脖子是吧？就是积怨一堆心事。然后我前段时间我看到网上一个就是一个监控的录像，因为就是家里面的录像，然后一个他妈妈的话睡着了，然后他老公的话拍到一个监控，就是有个婴灵啊掐着一个脖子，这个是真的对吧？是真的吗？我问你，我现在问你是真的吗？肯定是真的。我刚比划了，你问我是真的吗？哎呦。我就想问马菩萨，像现在这些，我就是特别关心这些孩子们，因为他们确实是都被那些游戏都挺着迷的，像十几岁的可关心了啊！你可关心孩子们了，你心量可大了，你可不是因为自己孩子，可不是因为自己孩子，人家可不是因为自己孩子。还是想到了多传播这个小故事。我就说像这游戏我们好好看看自己的心啊，你回去了听见吗？我问吧，这些孩子们，那我们就是除了念佛放生回向给他们，让他们转变心念，也是这样做好自己。你本来就这个心就挖黑的，你还想感召自己孩子变好？你这么黑，你是跟着黑的，跟带着吸毒药，跟传输上去以后，还那结的果能不是毒的？明白吗？还不服气？哎呀，我怎么影响孩子了？哎呦，你又说你一样的，你是大德，我是学生啊。你是大德啊，你知道，哎呦，你好，你赶紧啊！我不想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就现在的这个小孩子啊，就是很多就是不孝敬父母，甚至打骂父母，甚至呢就是打骂自己的这个爷爷奶奶，就是包括说上学的时候啊，爷爷奶奶给他拎的这个包，对他们这个福报的话损耗大不大？大。隔辈儿啊，他爸替他拿包，他都消不起，他都对他消不起。隔辈儿替他拿东西，他受得起。逆子如沙子，记住，惯子如沙子。有时候那个不关心孩子，看着好像不好。太关心了，你们觉得好吗？就像你说的，整天觉得自己好，哎呀，我照顾孩子可好了，我孝顺父母可好了。你那是照顾孩子吗？你害了你的孩子呀！你自己想想，你哪儿害了？